好，李欣妮最近有计划前往英国伦敦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。伦敦的莱斯特广场的地铁站，去年9月出现了一名疯狂男子，他从后头恶意将一名陌生女子推下铁轨，还好其他乘客见状及时抢救，女子才逃过一劫。但可怕的是，这名男子至今还是逍遥法外。警方目前特别公布了这一段影片，希望民众帮忙抓人。从警方公布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，当时一名男子与一群人正在进行争吵，这时迎面走来了一名年轻女子，没想到男子转头后冷不防地将她推落铁轨。男子行凶后被同在月台上的女子男友抓住，双方扭打成一团，其他男乘客也伸手帮忙制服，同时女子也被其他的乘客拉上来。所幸当时列车尚未进站，她只受到了轻伤，但由于惊吓过度不断的哭泣。警方指出，凶嫌是年约40岁的白种人，操欧陆口音，也希望借着公布这段影片能够尽快将凶嫌追捕到案。中央新闻加新闻报道。